前屈，嗯，后手翻下板成其纵目其坐，这个动作是 B 组，如果经屈指体的话就是 C 组。前团180 F 组，刚才一组跳步，挺身前空翻，小翻，后屈，好，也是 DBC， 拉拉提也可以。好的，比较稳。其实飞洛的支持者哈也是非常的多。好，后去两周下，这次的平衡木项目的全国锦标赛的整体的实力，应该说基本上也相当于国际级的了。因为平衡木中国的实力就比较强，嗯，难度啊还有这个完成质量啊都是世界顶级的整体的水平，所以选手如果发挥好了，你就看全国锦标赛吧，就这个项目基本上也相当于就是世界大赛了。那么这个他才能保证我要拿到男团的冠军。虽路15.550分，目前排在第一。虽路是用一个在这次比赛当中。